儿女唔听话，学生唔听教，是要安怎？比如讲，现在有真多即、这个做父母的拄到我，伊讲啊发叔，法师现在儿女唔听话，有真多做老师的来跟我讲发叔，法师现在学生唔听管教咯。 回答你，我就讲咯，业主、女啊、学生无教识，啊，你无甲教好啊，你哪能怪呢？没错，现在社会即个大环境啊，非常恶劣，下地下贱啦，引起即个下行，强贴的即个世间。 少年人哪会讲未受了训练的这个道理呢？啊，这是现在这個少年人成派假诶一个外在因素。如果是外在因素，咱要如何来用内在精神啊去克服？古人讲的拢无错，精行所至，金石为开呀。 咱过来详细想看卖，连接小动物，咱谈狗吓拢会感动啊！花草吧、树木嘛是感动，人敢袂当去个感动呢？袂当感动，就是咱的精神无达高啊！若是讲咱家己会当安尼反省。 安尼著好了，一定会甲家己诶，即个德性向上提升。只有提升家己诶道德，才会感化现代即个少年人。咱家己若无即个正确诶道德，伊咪去责怪少年人，去处罚少年人。 这拢毋是办法了。教育这个手段呢，做法唔是讲一个上盖好的手段，最好的手段就是感化啦，是做爱家己要用真诚、爱心、清静、平等的爱心。 去感化一切众生啊！富菩萨对吾前世五鬼地拢嘛会当个感拢会当啊引导伊回头是岸，何况世间有情众生呢？咱俩应当来想看,看 怪家己，这功夫啊、德行啊都不够，决定啊，唔通去怪别人，也个无接受感化。啊，你是只会当成就家己，成就他人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